再录一个转盘做你。第一个我转到了色素，然后是水变雪、黑炭粉、彩色泡沫球。我总觉得这个好像做过这个泥，加一丢丢的粘土，还有护手霜、液体胶，这样子还挺好看的。最后再加点沐浴露，把它们搅拌均匀。这一次没有沾到硼砂水，所以失败了。后面我自己加了硼砂水和纯甘油，我会在评论区里面选一个评论当惩罚。果然女孩子们都很爱玩泥。有一天我把我的假水胶拿到了教室，然后本来它是个蓝色的假水，最后被我们玩的玩的成了绿色的，脏脏的，真的是特别好玩。我真的是太喜欢史莱姆了。然后看看这款泥，炸炮声还可以，就是黑不拉几。好了，拜拜。